大家好，我是菜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4：自由的呐喊》。目标完成了。没人直接用刺杀。啊！刚刚先放在高塔底下引爆。别让你爬上去啊！哪里呀？没看到啊！我把它去远一点的搬。我的炸药箱呢？不要进去！引爆就行了吗？Il y a des blessés, vite! C'est le poste de Jacques. 他们都被引下船了。我应该刚刚就要先跑进水里才对，这样根本就会被看到。还是乖乖战斗吧。有人开枪了，一直都没有射中我身上。我在上面开枪，你会没事吗？啊！哦，还好。
好没有摔下去。本当的阿帕基雷，踢飞你！哇，另外一个有点高呢。我的火枪应该是打不到那么远，但有点麻烦。我看我不开枪射我的话，一切都还好。好，打得到哦！他摔下去，哈哈，他摔下去了。耶，一百！拿到自己的船了。More sail, all sail！ 要解放一艘奴隶船才可以。哪里有奴隶船啊？不然一个一个岛去好了。军舰啊！撞了！哎！撞了！哎，不杀不死他！你看吧，这火会爆炸。Douse the royals and talk.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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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
早跳了。
的枪也掉下去了，我要装个蛋。没死哦，那这个距离要两枪，这样就没有说很好用，还是比较喜欢可以射远的手枪。Douse all but men's. All first.船在哪里啊？哇！想要跳到对方那个。好吧，乖乖的爬。等我啊，哎呀，踩这个门口是杀人呢，这太夸张了啊，杀人怎么可能踩得进去，如果把人家砍飞起来再砍下是太难了，我被卡住了，现在不动。枪的木板好像还是差不多。
觉怪怪的。刚发生什么事了？喜欢用枪攻击你啊！啊，升级器了！这方面我没有想要杀你，其实应该从这里上去。船员是不是比那个比坑外还多啊？感觉少一个的时候消减的量没有那么大。不买了，不容易。有努力船了。Give me some speed. Every last scrap of duck on the wind. 在哪？ Ease off the wind. Top gallant, royal studs. 那是张小的，我就不管他了。我直接去找努力船。找到你了。所以我是要把旁边的护卫舰给宰了就对了。别攻击奴隶船，所以不要打奴隶船。Keep your distance. Fire! 啊，算好，不能撞的，我还撞了。Fire! 一贯动作。Fire!Fire! Captain, a red flash shot there! Reef the topsails and cannon! The mor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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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Ready to back, Captain. Loose all. Let's move. 不能补血的话有点糟呢。Fire! Taking a hit. Batten yourselves. Keep clear. Sir Ramos. Order. 上上啊。Fire! Right. Loose up. Ease the sticks. 啊，没有办法使用撞击。Fire! Take a shot through her there. 不方便了。Fire!As much sail as you can! Fire! Do baby go! Fire! Trim the yards off the wind! All down and crew up! Douse men! 没有吗？你扫。Fire!没中。Fire! On your mark, Captain!Ready to bark, Captain! Loose main sails! More sail! All sail!
all but men. 啊，不对，不能撞击啊！我在干嘛 ？Crowd on every inch of sail. Have at us, that guy. Capitaine, need time to set that right, Daddy. Fire! Right there. Fire! Trim the yards off the wind. There, Captain. Fire! Off to dead pals all sail. Huh?还在努力喊。Every last scrap of duck on the wind. Fire! 我是不是应该要先休船一下？算了，没关系，先这样。Ease off the wind. 等一下，努力船应该也可以修吧。Loose all, let's move.只差了六个，哎呀，飞过来是绳子上哦。算防护措施嘛，人家没有办法直接套上。资料看一下。奴隶船，为了横渡大西洋而建造的奴隶船，主要是设计来将奴隶从非洲运往新大陆。据估计，在1540年至1850年间。约有1500万非洲人被运往美洲，每趟航程需12到6个月。奴隶被当成货物，且在极差的健康状况下被运上船，甚至会威胁到船员的生命。奴隶船船长都会尽可能带上最多货物。一艘船每趟航行可以带上220到250名奴隶，而这些船的人员由于肮脏的环境以及其他跟着被带上船的未知疾病而造成极高的死亡率。通常在甲板下有3个房间可供住宿，有些只有5英尺高，每个奴隶只剩下7平方英尺的空间。他们得躺成两排，一个躺在一个上头，就像书放在书架上一样，挤到无法再塞任何人。奴隶们可能在试着爬上甲板时被彼此践踏而死。目前记录中有300次以上的叛乱发生在离开非洲的航程中，然而这些奴隶也被各种手段恐吓屈服，有些指挥官以砍叛乱者四肢的方式来杀鸡儆猴。当奴隶制度不再合法时，奴隶船改为以快船形态躲避追捕，并继续他们的非法勾当。好惨哦！信航家号，双尾的快速船信航家号，最初是由法国商人所有。18世纪初，在圣多明克被安德瓦勒偷走，用来帮助马龙战士。三角贸易，运行于16至19世纪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可说是最恶名昭彰的三角贸易模式典范。三角贸易的名称指的是三大主体。欧洲、非洲、加勒比海，他们都有各自的供需问题，并且互相之间形成良好的互补。欧洲渴求他们在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物资，因此需要奴隶提供劳力生产货物，而非洲奴隶贩子则提供奴隶来交换欧洲人的货物。船舰首先带着铜、衣物、手枪、弹药，从欧洲航行到非洲，将货物出售或交换奴隶。之后，船舰会载满购入的奴隶，并横渡大西洋航行至加勒比海。
在抵达新印度群岛后，奴隶们被卸下出售，货船将舱清空，并准备带新的货物回欧洲。举凡咖啡、蔗糖、兰姆酒、糖浆，完成三角贸易。看完了，继续战斗。解放成功，好多哦，有90个哎，还有10个马龙新成员，这样我应该有新的奖励。对，奴隶船90个，哎，这个全开嘞，免费弹药也有了。全员到齐，不知道是什么，这个还需要再一点。我看看能不能对船做一些升级。铁不够，好，这个只用钱可以升。船壳装甲也可以升，撞角也可以升。哎，撞角不用钱啊，这撞角看起来 好猛哦。剩下都没有办法升上去了，没有材料，我把弹药补一下，反正现在弹药都不用钱。造型也是不用钱的，哎，有寒鸦号船首像，哎，随着主线任务就可以解开，这样好啊。换这个好了，自由之帆，那种自由感。舵轮不要换好了，然后换狮子，看起来比较勇猛一点。舵轮也换好了啦，都有了，换一下。好，把这些卖一卖，换一点钱回来。不过我觉得钱应该已经没什么用了，用钱买的升级我已经就升级了。
take a look? I have something new for you if you like. 诶，这里还有一个人。不过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这个人物的升级就下周再看吧。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周见，拜拜。Yeah, I live my life so.